家好，我是尔湾的地产经纪人高燕。大家翘首以盼的尔湾地势最高、景观最好的新盘项目 Waywood 即将开盘。今天我们在开发商销售人员的带领下，现场考察了 Waywood 的景观地块，向朋友们展示。Waywood 项目由于地势高，边缘完全无遮挡，会有相当数量的景观地块推出。我们先从样板间的后院方向向北看出去，这个方向是正在修建的社区公园和会所，远处是群山。从 Hollywood 地块东侧向东看出去，是连绵不绝的山景，俯瞰群山。从 Hollywood 地块南侧向南看去，是近处的城市景观和远处连绵的群山。从 Hollywood 地块向西看，是从尔湾一直到阿纳海姆的城市景观，从近处的社区泳池呈现大公园的气球和远处的太平洋。今天的天气海上有雾，天气好的时候，卡特琳娜岛在海上若隐若现。房屋可以装修甚至重建，位置和自然景观是无法复制的，这是这个项目最吸引人的地方。我们首先看 Hollywood 三号户型，四房4.5卫加 loft， 室内3221尺，双车位车库。我们再来看 Hollywood 二号户型，四房3卫加 loft， 室内2853尺。双车位车库。最后我们来看 Hollywood 的一号户型，四房3卫加 loft， 室内2721尺，双车位车库。据可靠消息，首轮开盘即有景观户型，您还不尽快加入排队吗？那么如何加入建造商的排队名单呢？只需要联系我们，准备好资金证明即可。如果是全款购买，排队的资金证明只需要银行的月结单即可。如果是贷款买，资金证明还需要贷款银行的预批信，这个我们可以协助办理预批复信。您排到之后，如果确定想买，先选好地块，然后签合约交定金。当然您排到之后也可以选择不买，或者等待更满意的地块，也没有任何的损失。最后说一下最重要的事情，是为什么要尽早加入排队。第一点，排队的日期越早，您在优先名单上的位置越靠前，可以优先选择地块。如果您排在后面只能等待，或者从别人挑剩下的地块里选择，因为建筑商是以加入排队的日期为准，排在您前面的人理论上只要他不主动退出名单，他始终可以优先选择。第二点，尽早加入排队可以买到这个楼盘的前几期，建筑商的价格游戏往往是低开高走，第一期的价格是最低的，越往后价格会一期一期的上涨。第三点，想去竞争二手房的买家，建议您也先排一个新楼盘作为保底，也不会有任何损失，防止二手房竞争不到再来排新房，只能排在靠后的位置。如果您对这个新楼盘感兴趣，请尽快联系我高燕，我们会协助您加入到建筑商的优先名单。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掌握尔湾及周边房产的最新资讯。我是尔湾地区的地产经纪人高燕，我们认真专注，是房产投资的好助手，我们反应迅速，排忧解难总在您左右。大家如有房产需求，请联系我。